文化局虎山艺术馆此刻正展出洪浩伦大地原色绘画工坊师生创作展。洪老师大部分的作品均以台湾在地自然材质、自制颜料、基底材、纸张所完成，多项媒材与技法均为国内景件，欢迎大家踊跃前往参观。为了要让民众欣赏到难得的艺术创作，文化局虎山艺术馆邀请到画家洪浩伦以及其学生前来参展。台湾大地原色绘画工坊教育基于在地自然环保诉求出发，是艺术家洪浩伦老师2013年起发展台湾大地原色艺术创作计划的社会实践的一环。本次展览大部分作品均以台湾在地自然材、自制颜料、基底材、纸张所完成，以重现过去绘画作为工坊时代的画家，引领学徒从自然采集开始，着手自制颜料、打基底、层次处理、熟稔媒材、珍视媒材的物派精神性，气球接近真正的媒材工艺技法三位一体的古代绘画工坊完整样貌。此次展品囊括了古代欧洲湿壁画、淡彩画、中国古代岩板摩古壁画、古典油画、梵艾克技法、提香油画技法、胶纸法、手造纸纸艺创作，大多可能听过却没看过的古代绘画材料与技法艺术创作品，多项媒材与技法均为国内景件，由于画家在自制媒材过程中其精神所延伸的独到意识性创作理念。馆方表示，作品从颜料、纸张至基底层次涂料处理，皆应视为完整艺术的创作部分，以更接近古代画家画面处理的质感、肌理、色彩并存的特质，完整展现材料、工序、绘画一体的绘画工坊面貌。而这是现代人因为工厂生产过剩所造成的过分方便，买现成的化学颜料、纸张、画布就禁止涂画，所无法体会的缺憾。台湾大地原色绘画工坊是复古首座自然材的绘画工坊，展出堪称难得。展期从即日起到4月7号为止，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。记者陈世奇，南投市采访报道。